大英帝国殖民非洲期间做了一件好事，在尼罗河沿岸种满了芒果树。如今芒果已经长大，夏天长满了一树黄黄沉沉的芒果。我想这是帝国在非洲留下的一个美事吧。我在非洲的街上如今也常看见好吃的凤梨，据说是早期非洲先生杨锡坤大使带着农耕队把好吃的台湾凤梨带到非洲种植的。何时华人的宣教队伍能将福音带入非洲呢？